屏东县马家乡2018年乡长杯排球邀请赛闭幕典礼。我们首先恭请陈世汉牧师来给我们做感谢的祷告、祝福的祷告。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一起闭幕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神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今天有这美好的天气。尤其我们看见今天神你真是为我们行了一件大事，就是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天气，使我们所有的赛程一切都能够圆满顺利。我们也感谢天父上帝，您赐给我们的乡长，让他有这样的智慧，能够举办这样的全国排球的邀请赛，以及他的团队的合作，使我们看见今天所举行的邀请赛是那么样的成功。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都归于你。我们也感谢神您的带领，是我们所有的选手在今天在赛程当中，我们一切都能够平安。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愿意将这样美好的运动的精神放在我们的当中，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彼此互相的认识。愿上帝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特别赐福于我们乡公所的行政团队，让他们在乡长的带领之下，让他们能够团结合作，然后我们可以做成更多的事工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闭幕典礼的时刻，我们愿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的闭幕典礼在神灵的引导之下一切都能够顺利。等一下我们的选手以及我们的来宾，他们回到他们的住所，愿上帝差派天使保护他们，让他们平安地到达他们的居所。神，我们谢谢你，我们愿将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赛程、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我们陈三牧师在这里做祝福的祷告。主席致辞。好，我们席上所有的贵宾，还有最辛苦的裁判先生、小姐，还有我们所有最辛苦的选手，大家晚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让我们这个赛程呢，你看很顺利的办理完毕。你看今天呢，我们的天空啊，尤其是从中午以后啊，都是黑黑的，但是呢，竟然都没有这个下下来，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不是也用掌声给我们所有留下来的所有的选手，你们都是我们的勇士，都是我们的公主啊！谢谢大家。尤其是到目前为止呢，外县市还有留在这里的，我真的是要非常的敬佩他们呢。目前外县市还留在这里的有我们南投县信义乡，能不能全部起立全部起立好吗？你要还留在这里，他们的精神是我们要学习的。谢谢你们辛苦了。好，请坐请坐。真的南投县信义乡的精神我们要学习那我们以后呢如果南投县信义乡有办活动，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也要到那边去参加比赛那今天呢
我们要感谢的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裁判员，我们所有的裁判员都是最优质的裁判员。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今天都没有什么争议，哦，这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次啊，这个比赛。所以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所有的裁判员？谢谢辛苦的裁判员先生小姐，还有我们乡公所啊，所有的团队志工，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们掌声？谢谢他们哦！谢谢，也辛苦乡公所的同仁以及志工。啊，这一次呢，承办这个活动的是我们马家乡体育会的排球委员会，我们的主委就是我们啊简主委啊，简基泽，谢谢，简金湖，简主委。那简主委呢？你看他对于排球的啊执着，他的精神都是啊令我非常的敬佩。所以我们马家乡排球委员会啊，这一次呢办理的非常成功啊，非常的感谢。在这里啊，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台上啊目前还能够留下来参加闭幕典礼的，我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左手边这一位呢，是我们春日乡乡长柯志强。乡长，谢谢您。你看柯乡长他的精神这么好啊，到现在呢还能够参加闭幕典礼。可以参加闭幕典礼的首长往往都是很成功的一个首长啊。那他们呢啊，下一个月他们也在春日乡也会举办比赛，等一下呢我再请他呢来啊跟大家报告。再过来就是我们最认真的校长，嘉义国小校长钟祥平，钟校长。钟校长，谢谢你，也辛苦你。啊，这一位校长呢，由于他的精神，由于他的爱心，所以呢，他们嘉义国小荣获今年全国国小组六年级组的全国的冠军。我们再一次给他掌声哦！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我为什么说他很有爱心呢？这是我听那个啊 ，Toyota 汽车公司跟我讲的。他为了要让孩子们能够出去比赛，他买一部车，就是专门载学生出去的。啊，所以有这样的魄力呢，没有几个男人可以做得到啊！啊，非常谢谢我们钟校长。再过来就是我们长荣百合小学的。学校的代表林秀玲老师，给他鼓掌。林老师，谢谢，辛苦您。在我右手边，我们这个是我们马家乡排球委员会的主委啊，简金湖，简主委。谢谢，辛苦我们的简主委。好，下一位呢啊，他是我的学长啊，师范大学的学长，他是马家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义勇老师，林理事长，谢谢你，他也是终身执着于排球啊。好，再过来是三河村我们的大家长金太平，金村长。金村长，谢谢，辛苦你。他目前是单身啊，单身啊。这个我们信义乡的啊朋友要注意啊，帮我们村长介绍一个。好。再过来就是今天帮我们祝福祷告的啊，我们陈牧师是我们三河中村，我们三河安息日教会的我们的祝堂牧师，感谢你，谢谢陈牧师。好，我们不耽误时间，我们贵宾呢哦就是只有请一位来啊这个报告啊，给大家勉励，就是我们春日乡的乡长柯乡长。来，给他掌声鼓励。欢迎您。我们这次活动的大会会长，我们梁明辉梁乡长，我们
观礼台的所有长官贵宾，我们马家乡公所的所有工作伙伴，各位辛苦的裁判，我们各位选手，大家晚安。晚安。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马家乡这次举办的全国排球邀请赛。早上因为还有其他的行程补课来参加开幕，但我跟学长讲下午我一定会到。为什么会来呢？除了要特别感谢梁乡长在上礼拜我们的乡运特别来给我们乡打气加油，第二个目的是来看看过去在排球场上的一些好朋友。我想很多的选手，很多的裁判应该对我来讲都不熟，都是非常的熟悉。来，在这边也恭喜今天所有能够获奖的所有的我们的单位，我们的选手。容我在这边谢谢学长给我这个机会来报告我们春日乡呢，在5月26、27第二届的精英杯篮球排球的奖金赛也是在我们春日乡来举行，5月26、27，届时欢迎在座的所有的选手能够像今天一样能够到我们春日乡，摇摆摇摆，谢谢大家，马上路。谢谢乡长。好，我们呢这个全力支持了那我们今天由到马家乡参加比赛的各个队伍，我们希望呢大家也都报名参加我们春日乡的活动，好不好？好。你们都说好要报名啊。好，那我们不耽误时间直接颁奖。颁奖。首先我们颁奖是国小女童冠军在家国小，亚军嘉义国小，季军万安国小，请到司令台来领奖。曾校长不在哈好，这个奖呢，我们就恭请他娶三弟门香为夫人的我们林义勇林老师我们林理事长来颁奖。奖杯好像买的稍微大了一点因为我们承办课我们冯科长很喜欢大的不是就奖杯我们还有奖金合照来合照。是国小组男童冠军嘉义国小，亚军赛嘉国小，季军万安国小。好，这个奖我们恭请我们陈牧师陈牧师来颁奖。好，来，陈牧师有请。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合照一张。接下来颁发的是国中组男生排球队冠军泰武国中，亚军马家国中，季军梁森。好，这是国中组哦。好，这个奖我们恭请啊，我们最认真的校长啊，我们钟校长来颁奖。我们国中女生组，这个是表演赛啊，我们获胜的是香工手队。香工手队表演没有、哦、没有，你怎么好啊？是香工手获胜哈、哦。好，来，接下来是壮年男九人阵、那个、香工手哈、哦，回去以后我们再加菜啊、哦，好吧。一只鸡。好，壮年男九人制冠军三地门乡，亚军雾台乡，季军马家乡。好，这个奖我们恭请我们简组委啊来颁奖。哦，这次杀得天昏地暗啊，还是你们两队在杀。你们见恭请啊，我们春日乡乡长柯乡长来颁奖。
奖的是圣男六人制冠军信箱，不简单哦，哇！亚军泰武箱，季军马家箱，哇，马家箱不错了哦。好，这个奖呢有乡长来颁奖。走下去。